当时我们遇到那个大多斯利李典和跟陈启贤，然后就讲起他们将要举办一个大型的职业篮球赛。我们有职业球员吗？我们球员来自很多地方，有外援，有 NS player， NS Matrix， 他们有建议借给我们四名球员。为什么他们要借给我们呢？你希望看到第三届的时候，三大 youngster 落后人家30分、40分，观众就要跑了。其他球队不一样嘞，他们有拿薪水。那丢是别个样丢了，来 NS Matrix、KLRC， 他们是职业的球队来的。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比较临时一点组成一个球队。在一起看，我一个礼拜下去练两天。我们本地的球员会比较害羞啦，你看他们 warm up。整队在那边，外援三个在这边，他们还不敢去参与。没有讲话就对了，没有沟通啊。其实一开始我们是比较陌生，尤其是那些曾没有打过那种职业啊，好像那种联赛的，他们都没有跟这些外援交过流。每个人其实都想做朋友啊这样子的，但是他们只是要跨过那个坑。一场球投三个关灯，被比卡斯压制来打。郭立友，前面三节他们的手感都很冰冷。上半场手感会比较冷，这样投了投不进哦。他拿球，你要 help more 了。我们是到了第四节才开始慢慢有好转这样子。那时候没有打，全部人坐在外面，很兴奋，很紧张啊。And that's our first victory。这样容易吗？这个联赛好像也没有很难呢。虽然讲我们自己本身的球员也是会有外流去，好像 KLRC 的景洪啊，我们还是 OK， 因为我们不能三十天每一天都给球员薪水，然后绑住他们。第二场对 KLRC 信心是有的，不成功变成人。阿谢的两个外援好像是打过菲律宾最高联赛那个，他们两个身高都不高。后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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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个到后脚而已。再给你啊！还有一个好像是35岁啊，剩下其中一个，哇，是我们游泳吃得过啊。我们错啊，最后。那两个外援真的是能射、能投、能传，里面空他要传里面，你不防他，他要投你。我们整个队就好像一盘散沙这样，我们的中锋他那么高都不进去篮底里面，跑出来外面投。OK， 今天最大一个问题了，也不讲最大的问题，我们能够拿出来讲的问题啊，Morel 如果他站出来外面投嘞，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不是好事，他不进死，因为第一我们没有人帮我们抢球。我们的球队都是打一打十小，对哦，他一在外面投四个小，抢个毛发呢？但是这个呢就不能怪到穆雷奥，因为这是我们还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体系，我们要继续 make adjustment， 我们尽可能让穆雷奥打里面，然后我们四个外面一个里面，还有我们也是少了一个主将。你那天早上射球的时候踩到麦克的脚哦，到现在还在痛。如
还有志伟，这个空炉，然后那边发生 A 啦，哦 ，A 我搬下头啊，准啊，准个咩啊？那今天不要给那个林豪带球太多，不要给他拿球太多。三位都看拍新加坡，一个咧叫啊黄伟龙啊，一小黄伟龙的球啊，那个 A B L 也啊东岸也比较好位啊，一小一个呀，高边有呀。投機的叫啊！咩啊？佢話咩啊？他真的是很快啊，就很夾焦啊！我跟他同隊過，因為我懂他的打球風格跟什麼。一兩拳，還有一動。打七十七號那個紅啊，紅毛毛的那個也是。不错，都打得很不错。这个比赛有三战。打完 KL 去柔佛，柔佛打完回来冰内。这个联赛做到比较不足的地方是我们很多东西都很赶啊，又不够24小时的休息。 Morning rest, no training。 给球员最重要是要休息够啊，你早上练球然后没有用了，因为我们每场都是硬战的，那个地板就是石灰地，很伤脚啊。讲真的，我们一直这样子输心里也是很难受哦。一开始我们是以来学习的目的，可是一直这样子输下去，换作是你，也是会很累咯。累，我就 feel 到只是很累，很想睡吧，一直很想睡。那次我们遇到 KRCL， 我们是比较有经验了。我们要注意的是几个射手咯，就那个七号阿刁啊，七号，第一个宝啊，就算不准啊。有算一算准一下。场杰森还要准备他大学的 presentation 啊，没有什么状态。隔这几场，哼，维扬回来过后差别就看得出来了啦，教练还称赞他。Right, I have the easy job. I just have to shoot. 跟他一起打球是很爽的，他在球场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做苦工。You're doing the hardest part of basketball. People may not see it, but I see it. We all see it. And I love that. Okay, so take care of your ankle because the upcoming games we're gonna need you. Frankie 生日哦！来，我们谢谢 Madeline 帮我们敬 K 啊！谢谢 Madeline。所以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一开始教练哦，他是没有放麦哥跟连绵下场的，然后一直推他们，哎，看得出他们能打了，就一直有上场的机会哦。
们很幸运的得到这四位球员的帮助，威扬小孩子 Damian Michael。 你都要看他们平时在场下轻轻这样啊，这四个球员真的很不错。So far 我们队的外援都 OK， Frankie 啊 Mike 啊他都会给我们一些鼓励，只是道德他会比较难控制一点他的情绪。About midway through the third quarter, the emotion started to let go. I was not playing basketball. I was playing with my own head. It's something I need to work on and have been working on. 按着他的，没有按他50。下个礼拜在槟城，我还有15个球员在生日，所以每生日一场，我们就要胜一场。Yes. 槟城又回到我们的主场。回来槟城，我系做电影外的，第一台外的。观众一直都很 support 槟城。See you on hunt floor. Then we're gonna come out and show the people what we can play.一个杰森·李利在那边轰炸，还有我们的道德在禁区里面抢篮板啊、统治啊。加上 NS 他们没有就是中锋的外援，所以我们的体型都是不分上下啦。所以那场球我们是很有胜算的，每每的发球都投不进啊。我们后面打到一来一回，一来一回打到平手。或者加时赛，我们的体力不足，加上防守有很多漏洞，最后我们输掉了一场不应该输掉的比赛。赛后，道德对他自己很自责，因为他那场的罚球表现不是很好。干了 ！I suck at free throws, but we.Man, they're a good team. And we took it to them. Yeah. 是一个 tough loss 了，对我们来讲。我们尽力了。I'm just ready to come back tomorrow and try and win again.参加这个 NBA， 我们在练球的时候，主办当就有给我们一些劝告。他讲，我们是 NBA 六队里面最弱的一队。我们输在 goal difference， 所以这一场球对新加坡，我们必须要赢15分以上，我们才能晋级。我的目标是最
最好是能进到第二圈了、啊，我的目标，我会尽我跟我的球员合作，尽量打出一个底线来。讲真的，我是觉得有点难啊，要赢新加坡十五分呢。还有那天我看安哥脸蛮 down。我们这个三外洋社就是在北马去乡村那边参与找那些幼苗，给他们培养兴趣去打球，希望他们将来也可以代表国家。在北马一带，我们都去很多地方参加那个邀请赛啦。对，我们的成绩是不错，但是我还是要跟球员讲，哎啦，你可能多天刚不爬那么那哎，爱爬，去我好爬，爱拍，去我好拍，卖多来年拍，这就是我跟球员讲的。身为一个运动员，我们要打过才知道的吗？没有打过那里甘心。上半场跟 Garcia 真的很难防，你想想看，他从 Y 切入我们的禁区，面对我们的道德，他是这灌篮。但是这场我们比那个球迷又回来了，我们这场打完好，进攻都很有把握。我们上半场结束竟然领先有九分，现在晋级只差六分。下半场开始，他们的攻势不一样了，之前有 Garcia， 现在有 Moses Morgan。 我们的球员都打得很出色，已经尽力打到最好了。我们的 Damian 还在最后关键的时候投进几个三分球了。但是最好还是杰森，他那天啊真的是很准很快啊！哇，如果没有他，我们那天一定很早就收工了的。他可以讲是我们的救世主啊！最后我们还有六秒，我们还输了两分，我们要怎样才能赢他十五分呢？只有一个办法。我是杰森李。目前在这个 NBL 的联赛，我代表的是槟城三热相社。我在这个槟城三热球队是从小17岁的时候就到现在了。三热这支球队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很照顾我的球队，让我当时17岁还在求学的时候可以安心的打球。真的速度有多快，现场的氛围有多紧张。看现场真的很紧张哦，紧张嘛，喊到没有声音了。很满意啊，真的很满意。我的球员表现的今晚特别好，全部做得很努力，很好。我都问心无愧的带着这个球队出来，做到你吩咐他们做什么，他们也都做。那还有这个槟城的萨博特，谢谢他们，真的谢谢他们。
最后我们 Sunrise 还是会支持这个球队，就是 Sunrise 杨色在未来的竞争的大球赛里面继续发扬光大。希望球员们大家也要努力，我们也要好好的把握这些大赛的经验啊，去面对未来的挑战。